哦，天亮了，太棒了！哎呀，那我们今天就继续从这边往林县这边上去吧。这里呢，就接到了往中央间的传统路了，那边就是往中央间，然后这边就是从应该就是从南丰那边过来的路。Shit！ 好了，这边大概就这样。好，这里是一个往中央间西跟南湖山庄、南湖南丰的岔路。好，现在是11:30。6点出发，到现在把早餐的那一个乳清加油脂油加咖啡的水喝完了。我发现它也可以早餐兼行动水。OK， 好，现在已经肚子饿了，现在要吃一份饼干跟一块牛腱。这个应该就是南湖池山屋遗址吧？对，应该是。在那边有指标，应该往那边走。刚刚那个废弃的山屋过来5秒钟，就看到南湖池啦。来吃一条 GU， 刚刚有吃一个饼干了嘛，那就不再吃饼干了。OK， 这边走上来，应该就是到主峰南峰岔了。OK， 这边有牌子。中央间西山屋 5.4K， 南湖山庄 5.4K， 南湖主峰 0.54K， 就是我们要上去的路。好了，大家，我们到南湖大山了。好了，要回去啦，时间也不早了。今天走得很慢，不过今天的步调我觉得还不错，不会累。好，回到南湖池，行动水大概喝了，现在是剩200嘛，那我讲就是大概喝了200，出发的时候大概是400。好，那要取水就一样取2500吧。
感觉上来讲已经算是干净的了，因为它的池面上面其实没有太多的蚊虫在飞。不过呢，只要是不流动的水，我都会再加这一种净水片。通常呢，这种净水片是一定可以净水一公升。好，那不流动的水我就会加这一个，然后过它的原则上是过半个小时吧，对，再用滤水器把它滤出来，这样子的水我就比较放心，因为不喜欢在山上肚子痛，应该没有人喜欢啦齁。好，所以等一下到了营地，这个水就可以滤来用了。好，这个就是我用的头灯嘛，它是可以透过行动电源充电的。早上出发的时候，用不到头灯的时候，就把它插着充电，然后到晚上就可以有满电的电头灯可以用了。现在我要把它拆下来。那这一系列的影片其实也拍了好几支嘛，就是用我这次去南湖的机会来讲轻量化的装备跟我自己的装备，我准备的逻辑跟我实际带的装备嘛。好，其实轻量化它并不是在于说你到底背多轻，对，你到底少带了哪些装备，其实我觉得不是着重于在这一边，而是着重于在于说你对于你的装备有没有仔细去考虑过。对，譬如说有的人就有跟我说，就有留言嘛，说因为他喜欢拍照，那真的就没有办法轻量化。其实不是这样子，就因为你还要多背了相机、脚架这一些装备，你就更需要去认真的考虑其他装备携带的重要性，对不对？甚至你真的就需要花钱下去买更轻量的装备，因为你有比别人更重的装备要带。好，所以说轻量化也不是一个竞争哦，我背多轻，我这次背多轻，怎样怎样又怎样，好，也不是这个样子，那没有意义，要跟自己来做比较。我这一次我吃的东西有没有比上一次更精简？我起灯杯的水有没有很认真的去考虑过？我行程中间是不是有水源？我起灯是不是不用背那么多的水？那我是不是可以不用煮水，我用滤水器 ？OK， 好，是这个的过程叫做轻量化，而不是只单指那个结果。好，我是这样子觉得啦。好，那关于装备，我觉得我们以后会常常谈到嘛。